第31题，原子的体积大小主要由下列何者决定？我们把原子分作原子核跟外围的电子，中间的原子核很小很重，外围的电子每颗都非常的小，但是活动范围很大。我们一般来讲就把电子的活动范围视作原子的大小。所以第30题问我们说，原子的体积主要由下列何者决定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。电子的运动范围。